来，啊，你若无位吼，就要甲你糟蹋，这是一个帝国主义、殖民政府的做法。基督教对这款，唔是咧讲听哦，王建说嘛是基督徒，蒋介石个基督徒，唔是咧讲听的问题，是咧讲 social justice， 讲公义，不公不义嘛。所以基督教呢，对一个制度来讲公义，对人，虽然有外对敌，嘛得用人道主义点子去听落去。对人讲听，因为伊会反应，但是对制度爱讲公义。这社会的制度，咱爱对抗，爱行一街头来呛声，唔能呛声不得去，要革命啊！我伫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，学习一个功课。因为我读过甘，不是甘油新啊，甘油文，香港大学一个教授在甘油文，伊是基督徒，写两本历史，一本叫做《太平天国史》，一本叫做《国民革命史》。伊讲中国吼，这款天朝体制下面未去革命啦。上高的一本小说就是《水浒传》啦，啊，《水浒传》哦，所用的方法哦，伤过消极啦。伊讲梁山人马一百抗美辽河汉伫梁山咧做土匪，迄就是乱子上升。啊，因咧乱就是代天行道，哦，迄个味有出来啦。哦，用贼仔咧乱，像迄个 Chinese Robin Hood， 因咧中国人嘅罗宾汉同款。哦，讲迄个是代天行道，伊讲这伤过消极个，所以共产党专门研究一本《水浒传》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我还记得我做学生时代，国民党唔用阮读《水浒传》哦，啊，因为共产党咧研究一本册。甘油文讲中国革命唔惊天条，唔惊天主去革命呢，拢基督教精神的影响，这是公义啦。伊讲第一个就是太平天国洪秀全，伊捡到一本牛化的报道册，自称做天兄，安尼讲咱就来反抗天条啦，天条不得吼，哦，咱唔免惊啦，什么天袂使反抗，天命袂使反抗，伊若唔得就反抗，安尼爱做一个太平天国。哦，第二个就是孙中山。啊，当然孙中山的行为不好啦。最近咱看见伊吼，伊安尼日本后老三，佮一两个，佮有思想主，我讲这是事实。讲着孙中山，伊嘛讲做基督徒，所以道理是真的人拢假的。孙中山至少捌来台湾两遍，第一遍来，恁敢知影甚物人甲招待？一个北部的企业家，上热心的李春生，李春生先生，恁捌哩无？这个人在台湾死后未使忘记你咯，国民党都无咧教，住伫伊个厝。伊个厝伊个招待，伊个上台唔那招待，李春生一路钱，甲林议员，就是林本源的头家，同款有钱，北部两大两大企业家。啊，所以住伫遐，李春生的洋行，甲江山楼无外远啦。啊，所以这帮人来到地咧去革命呢，好，哦，啊，日本人足尊敬哦，明治维新时代去革命的人，哦，啊，李春生也足尊敬因哦，无想讲这群人吼，暗时拢饮酒，搁去开啦，江山楼隔壁，和李春生安尼失望个，但是钱交好哟，你要去革命，钱好你不要紧。第二遍，万世界得势了后，那就1913年。1913、1912，过来台湾的时阵，就无歹差别啊。住伫车头附近一间宾馆，就是安尼先。恁去研究历史，看有影无？啊，所以基督徒，若无照这个道理咧行，啊，基督教信仰拢变鸦片啊。但基督教有讲一个要紧的宗旨：公义。后来佛教是亚洲一个伟大宗教，咱叫出家众。我讲佛教上伟大一点就是菩萨道，因为菩萨道里面伊有讲什么？地藏王菩萨讲地界不空，誓不成佛。观世菩萨嘛讲啊，人间的苦难啊，那无煞伊嘛唔成佛。所以观音哦，这个观音的这个梵文的正名，我先煞讲给咱听啊，伊叫做阿巴多基提斯巴拉波利萨德吧，这不是英文的，这是梵文。阿巴洛基提斯巴拉波利萨德吧，观世音菩萨就是阿弥陀佛，梵文就是阿弥，意思就是一个听的心。咱在佛教，以亚洲有分做南传跟北传。南传佛教，坦白讲较正统，伊的佛经是巴利文来写，
伊的中心是斯里兰卡，咱所讲的西亚国。北传佛教研究佛学的中心是日本，日本足济迄个佛教大学。伊的经典的文字是梵文啊 ，Sanskrit。所以北传佛教甲南传佛教对释迦牟尼哦，就是高达玛布达生日的讲法，相差一百年以上。哦，咱将来有研究佛学的人，咱就知影。哦，唔是拢讲这教主的生日无真正确。哦，我有写这本佛教的道论的册。那佛教，那论伊的这个救世主的思想，北传佛教较有，南传佛教无菩萨道，出家就是罗汉。啊，一世人出家就是要成佛，伊无菩萨道，但是大乘佛教有菩萨道，有救世主思想。这个救世主思想有甲基督教的精神底下有关系。但我为什么提起基督教的社会公义，甲佛教的菩萨道呢？因为宗教信仰影响人的政治态度。真济日本时代受过日本佛教大学的影响，因为为着台湾人奋斗。参加文化协会，对抗中观，就是因惊菩萨道的路。基督教有足侪像高俊明牧师安尼先，唔惊死，包庇施明德，伊咧走路的时阵，牧师的责任像医生咧，嘛得甲医啊，袂使袂讲，一个歹人，一个某人伫遮不拄歹，人你来甲抓，袂使安尼先做，来甲保护，真个伊个保护安尼先。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公义的问题啦，因为伊毋是做歹，公义的问题，啊，所以伊就爱公别差，伊就对抗一个强权，这是公义的问题，公义的问题。当然啦，西边的到尾也互我足失望啊，煞变台湾人的本色，这我毋免阁讲落去啊。西边的去台南咧竞选这立法委员，我嘛去甲徛台啊，出钱出力啦，我甲伊足熟，从美丽岛杂志咧编辑，我都捌西边的啊，伊嘛捌我。啊，所以违背台湾的良心的人，基督教人讲无公义，就甲气散。所以宗教信仰对政治态度影响，实是足大足大。咱来也知影这项。我感觉足不幸的，就是台湾人的宗教信仰，有那影响台湾人足自私。因为咱时间足宝贵吼，啊，我的时间阁足短，袂当真顺吼，真有系统，甲咱 approach。不过咱手中有一篇文章。现代人甲宗教，可能咱对头读个话，多多少少应该有一款的印象。台湾的佛教，上第一吃力的就是受国民党控制的佛教，星云法师、五明法师、威格法师、中台禅师遐，遐拢无为，有无甲这个被压迫者的台湾人徛做伙，拢甲国民党徛做伙，这无菩萨道的精神，无当紧。搁咧糟蹋咱的同胞，一个伟大宗教得甲被压迫者徛做伙，袂甲迄个独裁者徛做伙，甲独裁者徛做伙宗教，这种宗教唔免去信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咱通思考的问题啦。基督教有哦，基督教足侪拢甲独裁者徛做伙哦。王阿建选嘛是基督徒啊，周连华迄蒋介石个牧师嘛是咧做迄个独裁者的牧师啊。伊拢替你讲好话啊，无一丝仔台湾心，所以台湾人诶信耶稣基督徒，甲中国人信耶稣基督徒有真大诶差别哦。所以宗教信仰对台湾人政治态度影响，那张乐会就会哦。其他107派中观，我敢保证100派拢无哦，拢中国心哦。所以遮个问题，我要提起，就是要互咱好好去做一个反省。上吃力的，就是道教。道教会的人大概差不多拢总是我伫国民党这边较济。国民党为着要控制宗教，道教会拢因咧控制。因为我研究宗教书的人，我足清楚。佛教嘛是同款咧。我讲一个事实的代志，大概伫25年前，我有一边想讲啊，咱甲遮日佛教朋友，若是做朋友，唔当互相批评，即款的宗教才伟大。所以我受托对香港道峰山中文大学几位教授受托，啊，讲来请台湾的出家众，咱来做伙基督教甲佛教，或者出家众牧师来做一个对话。
我第一个去中国佛教会，啊，中国佛教会国民党咧控制啊，啊，知影我的身份是啥物？伊讲无哦，无哦，恁这台独分子的，阮佛教会无咧插恁哦。哦，我安尼有够失望的，啊，一声就甲你踢掉。迄个时有一位出家众，哦，明光法师，咱毋知捌听下无？捌做国民党的国民党的代表。伊原来基督徒呢，树那教的青年团结会长，因为失恋怎出家呢？哦，受一个尼姑的影响，尼姑哦，女士的影响。伊原来要跟我去，讲来，咱来德宏山做一个，哦，做一个这个 inter-religious dialogue， 哦，互相之间的对话，哦，中国佛教的甲懂，我唔通哦，哦，你当某某要请你去，张若薇请你去，你袂使参加，迄拢台独分子。落尾手请释教会，释教会头我讲要去啊，到尾也嘛无咧，无影无食。好，我那失望到台湾请无半个，啊，得要安怎样？最后有一个上勇敢，正台湾人，你释教会也是缅甸的华侨，迄都无路用啦。正台湾人，会出家长，会女尼，释行清，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，伊是 Wisconsin 大学摕哲学博士，摕 PhD 的人。我本身也请讲，咱呢基督教安尼足诚意，想要来香港吼，哦，安尼来做一个佛教甲基督教的对话，啊，杜洪山食大拢唔免钱，啊，请你来参悟，一声就答应。后来，阮伫即个香港佛光山所讨论的是啥物？就是基督教甲即个佛教要安那样伫台湾，甲伫香港两地做一个合作。诸神事业的合作，因为佛教的宗旨是讲戒杀生，啊，甲慈悲为怀，啊，这是耶稣的宗旨。要安尼发挥，哦，即款的问题。啊，阮底下吼，五六日的中间，阮真互相尊重。一日基督教的牧师主持做礼拜，即出家众，香港出家众真开明哦，啊，甲阮吟圣诗。第二日，啊，换到出家众来主持。啊，这个礼拜日的开会进行的领袖，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啊，我嘛照唱，哦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因为这是真好的意思啊，我那照唱，啊，照伊主持，我那发落，啊，底下非常好啊，哦，甲即卖要个是足好朋友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应该宗教的真正精神的发挥，就是伫遮啊，所以宗教对政治大多影响，我上钦佩一个人，讲到遮就是达赖喇嘛。中团不教黄教的领袖达赖喇嘛，达赖喇嘛比中台湾目前任何一个高僧更加伟大。伊领导西藏人抗争，为了西藏的独立奋斗。哎，这款的不教的出家众非常难得啊，这是历史上的因素。达赖喇嘛的演讲，不是第一句的，不是阿弥陀佛，伊讲 hello， 伊真够讲英文，用 hello。这个人的伟大就是他打出去，他跟什么人接触，他跟教宗接触，本身去找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宗巴迪干是宗教跟宗教中间的和解，所以如果没冤家，啊，在那世界和平就是对这开始，啊，宗教的信徒不应该互相拜贴互相欣赏，但是基督教不对不教不对，如果我做一个读宗教书的人，我要陪伴，啊，跳进去地下的人就要陪伴，这唔对，这唔对，再勇敢讲。达赖喇嘛有那到伫沙特阿拉伯，找国王，哦，一个佛教，一出家众，伊也甲伊和解，搞啊搞啊，所以这款的佛教徒有和平的精神，这是对。世界和平是对这开始，台湾的回收有无？唔那无，唔那无，拢干那会晓甲国民党斗，啊来糟蹋台湾人啦，啊摕钱，迄个因为。洪山前迄个高雄关关长杨秋兴摕一两亿叫伊来闹，哦，来闹阿局啊，啊来选举，啊嘛选袂到啊，所以这个问题真值得予咱反省。真正一个宗教的宗教人是徛伫比阿伯家这边，所以基督教甲佛教，我敢若简单提醒这两点，予咱去反省。道教唔免讲，咱个道教，台湾的道教是天主道正一派。江西龙虎山的那派道教，伊的教义所讲的
那是对伫这个修道的佛教北派，伊是讲精气神的追求，养精蓄锐安神。这个教义我唔免讲详细，但是台湾的道教，拢是腐肉派、驱邪才会消灾。道教徒，伊将所有的苦难、人间的苦难、病痛，拢归于鬼啊去取消，这做唔到，这做唔到。头壳痛，你冲完就五鬼。就是五鬼在高高殿才会发烧乌白脸来去祭五鬼啊，也不要讲头壳痛，可能是某种 N1H1 迄款如果性毒感染，伊不要这套，拢讲是鬼啊在高高殿，目肚痛讲个天狗闹着，啊就去祭天狗啊。刷落去，那是结婚足久未生，啊你若无去妇产科找医生诊断。这到底是查甫会出问题，还是查某会出问题？啊，伊的确甲你诊断讲，啊，你结婚五六冬啊，未怀孕，可能吼、哦，你充满着白虎神啦。因为你伫迄个结婚式的中间所钓迄个竹蛇肉，钓半斤啦，定啊，你钓迄三层啊肉，你成白虎神的。啊，你做朋友呢？你伫迄个列车后壁挂一个八卦米胎，啊，佮伊特色，你当着吃白虎神，特别大只，半斤食无够，爱食一斤，所以无法度白虎吞胎。啊，白虎吞胎怎啊袂生？食啦啦嘿！这大家去到地听到安尼先惊一条吼，啊，同事食嘛是惊一条，哪边人爱生啊？啊，真简单啊，了一挂心态白啊，落地虎探姜，啊，佮定灾花，哦，就会生啊。我甲恁讲，这招有法度无？嘛是无法度啊，嘛是无法度。所以这个就是台湾人哦，宗教信仰影响台湾人迷信，一个真大个。将苦难拢归予这鬼啊去取消。啊，做生意若要做好吼，得爱巴结，巴结才好兄弟啊。这道教的影响啊，所以七月拢在普渡。全世界鬼啊吼，第一好康的就是伫咱台湾。人的鬼啊，这几日呢叫做 Halloween。十月三十一，台湾的鬼啊，鬼啊坐外久，一个月，七月初开鬼门，七月尾甲骷髅所关鬼门，啊，逐日都有通食，逐所在都咧普渡，哦，好、哦，所以台湾鬼足好康。目的是啥物？目的是要求平安啦、啊。台湾人求平安的方式，就是巴结鬼神。即、哦、款求平安的方法，这唔对，这唔对。台湾人有钱，头壳若开，也要想讲，我未平安，政府的责任嘛，钱赚未好势，无职业，即财政部、甲经济部、甲内政部的责任嘛，因为我所请的政府，我的税金所请的政府无责任，害我无头路。咱不要安尼先想呢，拢归于鬼啊去介绍，即道教的影响，即宗教信仰对政治态度影响，台湾人应该摆脱这款的迷信，唔通将所谓苦难。哦，鬼火这妖魔鬼怪去介绍，所以伫台湾唔是做人困难，台湾做鬼做神的困难。啊、哦，因为神明那边灵未成，都乌白一个一个乌白给你换。哦，妈祖婆未成，都换王爷公，王爷公未成，都换大德公。啊，一生一生换到下生，有灵有成为止。所有的苦难，拢用宗教来解决。所以台湾人的政治态度。真自私，未团结，来，还阁有了命运论的问题。咱知影台湾有三款的命运观，哦，我安尼批评，即使咱若当事者相信这款的命运观，咧请多多包涵，因为我是做一个学理的研究来分析。一个伟大民族，伊的命运观是集体性，我先讲大声。但是这个集体性的命运观，伫世界只有一信的那种宗教有，犹太教有，伊斯兰教有，基督教有。因为伊斯兰教讲稳嘛，命运共同体的名称叫做稳嘛。犹太教讲选民团结啊，就上帝所选的团结，一个人犯罪啊，规个部族拢受影响，一个人阳光，大家部族拢伫阳光。所以一信的宗教有这款集体性的生命共同体的命运论。啊，基督教讲上帝国就是生命共同体，哦，就是有这个集体性的命运论。台湾人无，台湾人是个人性加家庭的命运观。方面的一种，这受儒教的影响。
所以台湾人一世人，若拄着挫折，拢咧看家己的命底好歹，根据你的生辰八字，注意你的命底好歹，啊，追求当时才要出运，大概是安尼生啦，吼。啊，命运的游戏有几啊套，时间的说明就是生辰八字，我当时出世，年月日时，男叫做乾座，女叫做坤座，啊，什么时辰？哦，主时就是暗时的十一点到一点，休息就是一点到三点，依次类推，按道道都是八字。时间的说明，还是一个人一生，若要做什么好事、起厝啦、创什么，拢得提生辰八字。上要紧的就是婚姻。时间的说明，还是台湾人未团结，拢注意家己的命底，当时要出运，拄到挫折，考袂起，真自私。唔那安尼是。一、那个先天的说明论，要过面貌的说明。我这个红阿头生做什么型？啊，看面相，就知影讲我好运啊，歹运，会当看到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过来手运爱说明，这种先天的手运说明。长江查甫做绣工，长江查某会酒干房。啊，哦、啊，你捌听无？手运的说明，这种先天的。啊，那是生辰八字。的命运观，台湾上流行的就是两套四条推命法，做流年呢，过来标定一粒紫微星的叫做紫微斗数，迄拢总是游戏，哦，命运观的游戏。我甲咱讲，这套拢无路用啦，迄拢古早人发明的宗教公式，咱是现代人，唔是古早人，咱就做命运的主人，若要做命运的奴隶，开始信这套。后、啊、来看风水嘛是甲命运有关的，即种顾家己甲顾家己的家庭，所以即款的宗教害死咱无法度通出头天，因为拢顾家己。你若讲我寿命会当，互我整个民族拢出头天，安尼做恁去上不要紧，我赞成，唔是嘛？上你个人的，看你个人的。要搁一个后天的呢？哦，唔是干那命运天定，要搁一个后天的，我的命当宏愿，当规划。风规划、个万规划，道道的总结规划，麦当算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。但是伊公式足大版的，只有981种。哦，恁要学这个名字学真简单。刷落去呢，要搁有去粒印啊，印章嘛，有迄个印章上。哦，有够含的含，即种后天呢。啊，所以有拢改名嘛。哦，当官即无好咧，是阴阳怪气。我刚改一个别个名，看会较好运咧。哦，拢咧向你家己啦，啊。啊，过来一个机会主义一占卜，就是抽签卜卦。我要去日本，还是要去全世界旅行？坐飞机的危险未？啊，抽着去签头，福如东海，寿如山，君力何殊靠中间？哦，这签王啊，这爱签油香，坐飞机温好的，哦，起家回来拢会平安，无问题。你做你去，哦，这机会主义投机主卡。啊，若抽着一支足歹。坐错路人挂嘴手，五祖师压目睭，这下下签唔通去哦，这去到地飞机会爆来哦。啊，台湾人就是用安尼咧做伊的命运游戏，命运游戏，所以这套拢影响咱的政治太多，互咱真歹出头天顾家己啦，哦顾家己。后来这是命运天定论呢，要阁足济哦，讲袂完。啊，要无有哦，哦，咱家有这个有这个。哦，佛教的朋友，哦，佛教的师父伫遮，佛教伊是伟大宗教无唔对，但是佛教留予印度人，甲留予台湾人一个宿命论，就是行为宿命。佛教讲正规即规，正道即道，哦，业感因果自作，所以即个业感因果论，牵涉到伫无明甲五执，牵涉到伫前世因决定今世果，今世行为的因。决定来世的性命模式。啊，所以轮回有六道：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、个地狱道。这牵涉你前世、今世、来世的这个因果关系。所以呢，这个关系正规的规，正道的道，哦，这款的俗语就造出来。啊，所以不教导有一个好处，啊，可能也是伊的缺点，就是真够积功德。正善业，但是正业未为着别人正，啊，可能有那有啦，哦，
啊，即马进步啊，会当为着别人来做，拢为着家己啊、哦、来积功德。我做偌济好事，会当得到偌济功德啊！啊，这个业感因果产生一个何以证？我有当时咧注意讲，到底宗教为什么影响咱的社会？无迄个社会福利的问题。哦，我捌甲一寡佛教朋友咧讲过，哦，伊嘛同感嘛。伊讲，咱若家庭中有一寡目睭痴迷，啊是小儿麻痹，啊是一寡脑麻痹，啊是唐氏症这些不幸的囡仔，咱往往若毋是用科学，啊是用医团的观念去甲推测，啊讲这吼咱啊产前检查无好势啦，啊所以看啊这啊是讲这个预防吼，这会互咱害咱的子弟变作小儿麻痹，若毋是用这套科学的观念去做。伊拢归咎，或者个业感因果，讲啊，可能咱的祖上，哦，有种什么恶果，啊，今仔日叫现世报，哦，咱遮一位师伫遮看我讲这对啊唔对，啊，啊，太现世报，啊，这个报应啊了吼，哦，啊，伊才会完成啦吼，啊，这个温才会温度吼，啊，才会解决，这种宗教的讲法，其实。我甲恁讲，一个伟大宗教，得较高的人，尊重的人，迄、那个性命也是尊严的性命，也特别保护。用咱的税金，吼、哦，迄路若歹行，多只目睭无看见的人，会当安尼哭哭哭，会当行路。吼、哦，啊，若爬袂起哩，坐轮椅的，就用迄个平路回去坐轮椅。弱势性命，唔是啥物业感应过造成，弱势性命也是一个性命，因为你我的亲人拢有机会生这款尊重的囝。所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，一个民族，的确是互相帮衬，哦，啊，互相体系。那这款的干会当成立，才有这个社会福利，这个缩小委员会哦，才会造成。我伫1980年有一边伫英国开会，啊，对希斯罗机场，因为我唔是对这个观光团啊，家己一个要出门哦，偌麻烦的哈。啊，摕一本无路用的护照吼，大家拢会糟蹋。来加摕一张邀请函，啊，这英国海关讲，哦，啊，你是 priest 哦，啊，真客气安尼，啊，你是 professor， 啊，互你真紧，啊，就过。那无迄是糟蹋啊。伫希斯罗机场，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要到这个伦敦市的时阵，看见一个负责人，爱一个囡仔，得给我分啊。我着一惊讲，英国社会福利国家，社会遮好，啊，哪有这个负责人得给我分钱啊？我摕一英镑。迄、那个全英镑大概是50块互伊。这件事我就伫开会中间，甲一个剑桥大学的教授讲，讲吼我真吓去呢。恁英国有哪有这个乞食？伊面穿红起来，伊讲啊，是的，你来个英国伦敦，互你看到一款足无好的现象。这就是阮的政府对迄个 social welfare， 阮的社会福利做无好。好，我即刻要写批。去甲市政府讲，讲咱伦敦有乞食，社会福利做无好，为什么咱的税金是用于倒去？我听一个有够硬呢。1980年代吼，还阁是白色恐怖的下面的时代。我吼纳税金呢，我一个普通一年收入吼，安尼按都无一个月都无10万块的薪水嘞吼，啊，至少你新来嘛做一个教务长吼，啊做一个主管嘛无甲10万。啊，一年代有哪爱纳20万的税金呢？啊，税金纳到嘞，拢无为着我的同胞做社会福利，福利拢摕予老吴啊，甲因起厝哦，战士受田证，台湾人拢无咧照顾。哦，我住这个国家才是真懊恼呢。我会想这个问题呢，啊，恁在也有想阿未？所以生命共同体的迄个就是伫遮，伫遮，一日有一日台湾人来觉醒，有这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伫嘞吼，台湾人就出头天啦。英国人有，所以英国国家也是大英国的国家，拢是真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因的内底。所以你若移民去加拿大，那牛奶钱哦，给你发到18岁，因为因就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的国家，税金用在这儿童的将来民族的希望来栽培因。台湾有无？无啦，敢那公务员的升薪水3%，这劳工有升无？无。啊，做牛做马，啊，一个月2万块、3万块，阮囝吼嘛去美国读册，一个月只敢领3万3，啊，
所以四十二岁啊，唔敢娶某，伊讲我三万三，我某饲袂饱，我唔娶某。啊、哦，政府有咧管无无啦？啊，要买厝咧，拢卖用会好无？拢卖用，起码爱欠六十年才有在了当地台北市买一间二十五平的厝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、哦，咱拢爱去想。所以咱唔通空空啊信宗教，伫宗教信仰的背后，咱爱想这个政治问题啦。啊，那宗教信仰对台湾人政治大多的影响是甚物？将咱家己的苦难用宗教信仰甲转移，这唔对，这唔对。一个宗教信仰爱予咱建立一个命运共同体内面，有一日台湾人呐拄到各种的苦难，这你国马英九政府这你的责任嘛，也要安尼先想，咱就会出头天。啊，哪边安尼先想？只有四号安尼那边。啊，所以我讲这就是要提，拢是提起问题那边，后来主教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跟他主教点醒一下，让咱小可知影。台湾的主教有两种，台湾的主教第一种是国家主教，国民党支持的宗教。国民党常常甲咱骗哦，这个政治金刚党讲政教分开，台湾政教分开无？我甲恁讲无。国民党政府要延续迄个科技时代。的那个体制，用咱的税金饲一个大成至诚先师洪树官，以前孔德成啊，即马死翘翘，后到因孙咧做，领什么款的薪水？领院长级的薪水，佮配车互伊用，佮配宿舍。你创什么？每年教师节九月二八，祭孔大帝的时阵，总统若袂当出面做祭司头，内政部长爱出面，官市长爱出面。全国二十五县市，将近二十间的孔子庙，仪式费拢咱的税金来支持，这叫做国家宗教。国家主教所用的祭牲，台湾人唔敢用。牛羊猪哦，牛羊猪，恁知影无？还佫跳迄个八义舞哦。我感觉即摆吼，教育部迄、那个教育部长足无路用的，还佫叫咱读四书五经。四书五经在这个时代已经不读你了，很多观念都很 out of date， 要叫我们的孩子就去读四书五经。我不是说孔子不伟大，孔子真伟大，孔子伟大是2600年前的伟大，不是2600年后的今天。他所留的四书五经可以做一个汉文的研究，我们就够了。四圣有名，富贵在天，这种宿命论不用你啦，不用你，无叫人做主。有足济哦，孔子好经嘛，我别讲啊。身体护法，修之护庙，不敢非凶，孝之事啊。立身行道，用名护世，依恩护庙，孝之将也。安尼，咱的主题就袂使去运动哩。身体护法，身体恢复甲他们，爸母甲咱心情，袂使非凶哦。学校的体育课袂使开，特别踢卡球，踢了一场的卡球。要在推油洗呢，乌青干结灰，吼、哦，迄足不好诶，哈、啊，啊，立身行道，用名好势，以身护庙好之将呀。啊，我囡仔在，大家都拢天才，哦、啊，会当天才甲，互爸母得到好名声。啊，若生着蒙古症诶，毋得，伊就足不好讨这囝。啊，所以遮个问题拢真老观念诶问题，哦、啊，听起来吼足合理，其实是毋通信。啊，啥物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，这嘛儒家思想啊。无囝就去马街病院找妇产科检查看卖，看谁出问题，唔通用迄个宿命论来家己自我限制。即卖时代是有囝唔是有囝命啦，无囝医生会注定，因为医生是神吼，是天上好的当工嘛。哦，即款的观念咱都爱的，所以儒家哦儒教所发展一个国家宗教，啊国家宗教的教条就是伊学校所。一边啊，所讲迄四字礼义廉耻，设施即个儒教的礼义廉耻，乃当安尼彻底实行吼。咱的囡仔吼，走路拢八字卡，大家在做 gentlemen and ladies， 拢做君子，啊，甲做儒士。但是咱看国民党六十多年来在咧教育囡仔哪教哪歹，啊哪歹，细汉啊啊对做歹，啊问题少年一大堆。所以无礼无义无廉无耻，
你看李登辉为着马英九吼，付出偌济，该徛台，该娱乐，讲伊是新台湾人。今仔日唔呐陪伴，搁咧糟蹋李登辉，因为李登辉讲一句话啦，弃马保台啊，弃马才会当保台湾。安尼人也袂得啦，也袂得啦，无情无义。所以国民党所搞这套儒教思想，礼义廉耻，中国官拢无礼无义无廉无耻。我所讲的拢是事实。唔呐安尼先，八点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第二就袂用得啦。民主国家无迄个路用。哦，若要你伫买个忠的观念，那有啊，忠是公务员甲军队，爱忠于人民，甲忠于这块土地，毋是忠于党，忠党顶个爱国。民主国家讲责任啦 ，responsibility， 责任政府，责任公民，安尼个对。台湾人都拢无责任啦，所以七百外万票选一个阿斗，选一个草包来咧做总统，今仔日咱才会遮凄惨。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吼，咱有哪爱去想啦吼？啊，佮足够利用宗教哟，利用民间信仰哦。啊，逐间庙拢佮上边啊，啊，逐间庙拢国民党条啊卡，台湾人是足悲哀。后来我的时间哦，休困的时间要到啊，我读两段，后部分放一套幻灯片慢慢啊说明吼。以前是幻灯，今仔变 PowerPoint 了。我读两站迄个佮政治有关系的这个七字啊诗，予咱听。台湾民间哦，诶，民间信仰虽然是较迷信，歹，但是至少有闹拜二八的英灵呢。伫虎尾偌内有拜二八正式的英灵，叫做三圣公。咱毋知知影无？咱只有对家己来吼。啊，我有对三圣公甲伊写一个啊，写一个七字啊诗。当然宗教问题要讲吼，实是讲未完。三圣公的造型就是安尼型。三线公，啊，这写二八的纪念标，啊，这块边啊伫遮。哦，读两个，因为语言就是咱的命脉，语言就是台湾意识的基础，所以我真鼓舞咱的子弟，得个爱也要讲台湾话，啊，唔通拢讲的外国话北京语，啊，北京语你知影无？北京语的英文叫做 Mandarin， 这句话是安那来，就是满大人呐、啊。满大人就是满大人，满大人，满大人所说的话，或者北京句，所以满大人就是咧指满大人的话，迄毋是咱的话啦，咱的话是我所讲这个答案话啦。来三线讲，哦，这甲这个宗教甲政治有关系。1947年的情形，台北医馆不平静，中国官警乱开枪。出题私分变不停，台湾人内心不平，中国官实无能。二八事件发生，全台湾立刻响应，勇敢台湾人真情，单于长官真无能，路线残忍真明目，全台抗争就引爆。今年的3月7日，虎尾青年有起义，接收军队的武器。反抗运动就开始，但是长官讨救兵，蒋介石紧急下令，派兵来台湾镇暴，大开杀戒，镇暴大开杀戒心恶毒。迄年的3月14日，中国兵啊到嘉义，虎尾义勇军反抗，真侪志士有阵亡，阵亡的三位志士就顾尚台遗书。李世芳甲王志廉抗暴牺牲真悲情，后尾人勇敢出动，暗中将三人埋葬，合葬伫偌内公墓。我本身有去，哦，有去看，哦，伫偌内公墓，尊奉因做三圣公，所以你看袂出来，哦，因为拢用古装，有志起庙来敬奉，公然敬拜三圣公，做二八。纪念庙顺利进香人不少，讲起三圣公造型偶像传统的神情，廖姓金氏两姑娘甲因做伴真正样。每年二八日子，纪念庙会无停止，台湾魂拢无孤独，保庇台湾共和国。回顾二八事件，
台湾人永远心痛。无人道的中国兵堕杀台湾人精英，台湾人被日本管，心中实在真不愿。思想得做祖国梦，中国人来才灾惨。事件原因报你知，草包来通知秀才。啊，我伫遮写一句话，我要保证，我讲的一撮都无唔对。我读过一年的日本的幼稚园，读过两年日本的小学，所以老身的今年75岁，啊，满74。第二年走空袭，第一年伫和平国小，就是日本时代一多些国民家国高雄市。我足知影日本人的特殊，日本人讲信用。当时阮所徛起伫高雄市，无一间厝有铁窗，拢无贼啦。中国兵啊来到地乱枪战，所以是秀才啊，或者吼草包来拢统治秀才，结果才有这个二八的悲情。当人大失所望，即时惊起祖国梦，唔望祖国来顶得惨啊！啊，一个潮州去换一个陕西来，更加吃力。天经地义。恐怖症，这是台湾人公言，为了正义来牺牲，台湾烈士人尊敬。三圣公地下幽地，台湾魂气魄无死，永远甲中国脱离，展望建国出头天。哦，这是咱的理念。啊，我既然是咧讲宗教信仰对台湾人政治大多影响，就想着蒋介石，所以咱搁读一个蒋介石，有人咧拜哦，我才有肯伫食，即蒋介石。一个字皇帝无的蒋介石，一个字万岁无的蒋介石。台湾至少有20间庙以上咧拜蒋介石，所以我有那对蒋介石有一个批判，哦，真无客气的批判。啊，然后咱就来休困几分钟，哦，咱再继续。台湾人头壳空空，想到实在真失望。数百年和袁作官，地搞判断力错乱，国民党走路来台。独裁专制，人人知，佮制造皇帝崇拜，卖麻醉人心真厉害。蒋介石中国战败，政权共产党取代，600,000军民走路，台湾人开始叫苦，来到地吼，食了米那点，做米糖。暗含蒋介石流亡，就进行造神运动，讲伊是英明领袖，代在中华美景友。你我拢捌唱过歌啊。打在中华带住贤人哈，就是这乌白乌白讲拢骗人哈。三民主义做圣经，国父遗像挂头前，周过例会做礼拜，啊礼拜甲全国人民变阿呆，拢不要批判啊。蒋介石变新皇帝，讲伊个名就敬礼。我咧做兵个孙，讲蒋总统哦就敬礼啊。即咱大概拢有即款个经验啊，甲制造。哦，将一个普通的独裁者变作神哦，讲伊个名就敬礼。民族救星是风号，节日就唱歌娱乐。国民党员是信徒，忠诚洗脑第一步，甘心做东正走狗，一切特权因得包。保护政权用戒严38年长时间，白色恐怖无人权，家破人亡政治犯。我一两个亲戚嘛是安尼生哦，做政治犯。规个家破人亡，哦，这拢是事实。某也走，囝也唔差伊。1975是专机独裁者蒋介石死，伊个棺木藏朱湖，唔愿把落葬台湾土。刚刚等于好啦，啊，中国个唔对，啊，台湾人实悲哀，独裁者落叶唔知，蒋介石做神拜，蒋公王爷安尼来。佫较好做蒋公王爷啊！高雄市有中德堂拜蒋介石做英公，元帅打扮穿古装，中国大陆要反攻，啊，就无影咧吼！啊，电飞大刀开青江，有中正坐在其中，帝皇帝无也宝剑，装作帝王无尊严，民族国家要咧变一套啊！蒋介石历史定位，学者讲法有权威，伊是二八元凶。拜伊做神不平常啊！我讲到这是要做一个注解。20世纪有西方的历史学家，甲规范四个杀人魔王。第一个是斯大林，害死7000多万人。
第二个是毛泽东5000万以上的中国人拢会杀死。第三个是蒋介石1700万那点。第四个则是多啦，1350万。中间杀死犹太人610万。啊，这款杀人魔王讲伊是信耶稣，我做一个基督徒，感觉足见笑。所以下面的批判是真无客气。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明，生前作恶杀人狂，兼有可能上天堂。这款耶稣的信徒，上帝摇头就做，做神要甲上帝平，耶稣兼会容忍伊。事实伊是罗兰神呐、啊，都袂当等伊啊。罗兰是台湾，事实伊是罗兰神，客死台湾气所尽，民间无地去敬拜，真正台湾人悲哀。我用安尼来做结论啦，哈、啊。好，啊，咱后点钟才阁开始，哈、啊，互咱用看的，哈、啊，可能较生动。啊，起立。李静，敬礼。多谢多谢。请坐请坐。啊，咱去这里10分钟，啊，10分钟。35分之前就做完毕哈。